但是之后编程的言论更让我无语，在娱乐圈情商这么低，还真是不多见啊！对比快要播出的《玉骨遥中》和任敏搭档的肖战，这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？先说颜值，我见过那么多黑肖战的，就没见过有人黑过肖战颜值的。当然。 对待每一个搭档，也包括任敏，都非常的绅士礼貌。原本就已经觉得肖战非常的绅士，这样一比，更突出了肖战的人品之高。不吹不捧，只是实事求是而已。最后，希望以上提到的前辈演员们都能发展得越来越好。